据港媒赌王澳博荣誉主席何鸿燊上月离世，昨日下午，何鸿燊二房女儿澳博主席何超凤出席记者招待会，她表示，荣誉主席何鸿燊虽然已经过身，但是现有董事会的成员及团队自2018年已经运作至今，情况令人满意，因此他父亲过身后不会影响到公司。对于长房何超雄入里提交通知备忘录，要求在处理父亲财产时要发出通知一事，身穿黑衣的澳博主席何超凤是这样回应：今日为澳博股东大会，涉及家庭的事情不便做回应。